朱妮托尼童话音乐剧《狼来了》现在开始。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小男孩，他每天都在牧场里为村里的人放羊。哇，好无聊啊，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？突然，小男孩想到村里的一位阿姨曾经说过，如果有狼出现，你一定要大声喊，让我们立刻就知道。啊哈，我想到了，嘿嘿，狼来了，哦，狼来了，哦不，可怕的大灰狼，哦，狼来了，哦，狼来了，救命啊，可怕的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村民们听到小男孩的喊声，急忙赶过来帮忙追捕大灰狼。在哪儿？你没事吧？在哪儿？狼呢？狼在哪儿呢？嘿嘿，我骗你们的，哈哈哈，太无聊了，就开了个小玩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是骗我们的，再也不许这么做了。村民们气冲冲地回了家。第二天，小男孩想再次捉弄村民们。狼来了，哦，狼来了，哦不，可怕的大灰狼，哦，狼来了，哦，狼来了，救命啊，可怕的狼来了。村民们再次飞快地赶了过来，小男孩再次骗到了村民们，开心地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上。太好玩了，你们又被骗了。昨天也是，今天也是。你又撒了谎，你居然又骗我们，太过分了。村民们又气冲冲地回了家。然后有一天，撒谎又撒谎，再也不会被骗。撒谎又撒谎，哼，太过分了。你大喊狼来了，但这是谎言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这是谎言。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。这一次，谁都没有来帮小男孩。最后，所有的羊都被狼吃光了。朱妮托尼童话音乐剧，下期再见。